哎，钱儿，那天人家按到一部关门，咋子嘛看那个看到憨展姐？哎呀，刘玉东，你看哦，那个咋子上面那些宠物才乖哟，哎嘞，猫嘞，狗嘞，狮子就是，癞个宝，哈哈哈哈哈，乖呀，癞个宝也是宠物啊，哎，那喜剧哦，好乖呀，哎呀，钱儿。 哎呀，你听我是看那些宠物爪子嘛，哎呀，说老实话，在你面前对我那个一位啊，年轻有为、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怀才不遇的帅哥，你有没有看够啊？麻烦你，莫把那希望你个人身上加。你不行专门睡着好的个人，油头滑脑，办事不牢，一刀一条。 满身是包，蒙了一看，黑人一条。你在说我呀？我在说赖个宝。耶，蔡千源。咋子嘛？你还不如别个赖个宝。我不如赖个宝，我还没得赖个宝乖。<笑>哎呀，不是说你话，我们那些嘛那个最撇嘛，他也是波斯猫嘛。不，哈巴狗。 哎呀，你都哎，都是找那些宠物把我给搞昏了。<笑>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当你的宠物还是可以。爬，爬回去睡觉，滚，抱起。唱着小曲儿，我牵你小狗。耶！ 啊，过来搞！啊，你在哪里？请我来狗日哦。嘿嘿嘿，哎，要乖呀！哎，这狗好乖呀！哎，那么凶哦，拉倒拉倒。拉倒的，拉倒的。耶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好多钱买的嘛？要都是钱喽，昨天晚上在路边边捡的。在路边边捡的啊？啊！你犯的高利娃要发财喽？你娃又在动我，平白无故的发财嘛？ 哎呀，说你娃混得撇噻，绣花说得好，狗来财，猪来富，懂不懂？没听他说过啊？你没听到过的事情多。哦，你娃是个迷信兜兜，算了，空了吹，空了吹，我才不得信你那套。哎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范德刚，哎，那条狗起码最撇都要值800块钱，恁个？800呀？哎，800，我跟你说，我把它牵到狗市上去。 我帮你卖了，我到时候我只提点劳务费，要不要得？我看你娃是吓着赚钱，眼睛开，钱没心窍了，咋子嘛？我跟你讲，那个狗儿啊，肯定是附近哪家屋头的。附近哪家屋头的？哦，你讲嘛。哎，昨天晚上啊，我几个朋友出去喝点酒，回来的路上，脑壳有点打转转，就碰到了东西，差点就拽到了。我拿出打火机一看，你猜是个啥子？啥子？结果是条狗儿。 我以为是条死狗哎，结果一看还在喘气，那两个眼睛呐，绿眉绿眼就把我盯到，眼泪水哗哗哗哗的往下面流，好造孽哟！我那个人心太软，就把它带回家了噻。结果喂它东西它不吃，给它水喝它也不喝。哎呀，我心想是不是遭病了？我就一摸它身上，看它是不是发烧了。结果一摸，才晓得。 那个狗屁股高头啊，茶器跟塑料针筒啊，真的啊，我一看清楚都明白了噻，明白了噻。昨天晚上晚报灯里，前天观音桥有人遭打劫了，那个人遭打了麻醉针，包包头的钱遭洗白了。你早些话来说哟，哪个给狗打麻醉针嘛？嘛他又没有包包。哎哎。 我说你一个脑壳脆包包，哎，那个狗没得包包吗？狗要看门的嘛，哎，那个贼娃子要进屋头偷东西，他不先把那个狗麻醉了，哎，那个狗一叫，那个主人喊起来了，啷子办嘛？哎，乖点，乖点，那那个狗的主人咋瞧啊？哎呀，喂得起那么名贵狗的主人吗？一般都在牌桌子高头，哎，那个噻，啊，哦，那糟了，那家屋头肯定遭偷了，我啷晓得呀？哎。 哎，来来来，你要问他嘛，哎，是不是？他，妈他又不会说话，他要说话早都跟你说了。<笑>
哎呀，包出去，哎，小狗儿走，跟我回去，走。哎，算了，不说，回去算，回去算。哎，那我跟你说买狗那个事情，你考虑哈嘛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呀，考虑哈嘛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我那个开着。哎呀，大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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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见你条狗是条野狗。哎呀，那你快到医院去看噻，经常得狂犬病了。没那个恼火，我小的时候经常遭狗咬，没见得得狂犬病。哪个说的，大意不得，你还是到医院去。哎呀，到医院去啥子嘛？到医院去，花几角钱买张创口贴来巴起了作数。哎，你听别个那些人说没得，人要是得了狂犬病的话，不要像疯狗那个，那个叫，而且看到狗咬狗，看到人咬人，看到猫儿咬猫儿的，你还是到医院去看哈，经常要找我。哎呀，不说得那个严重，哎呀，哪个到医院去嘛？妈，现在的医院。哎，滴点大个事情，他不给你整个千儿八百的可起，他生怕事情搞不到。哎呀，算了，要去你们去，哎，我不能去哦。哎，刘伟东，你那个人说话还有点喜剧耶。我去，我又没遭狗咬。刘伟东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在为你好。我是为我们家里哈的全体居民。你要是得了狂犬病，把我们床敲啷个办呢？按到我们熬啷个办呢？哎，你没听别个说呀？那个得了狂犬病，那个病毒传染得快得很。你莫说那个接触，都是人和人叮到起都要遭传染。哦。哎，刘伟东，哎，麻烦你不要把我叮到哈。哦。哎，你不要叮我了。哦。他硬是不到医院去，他说啥子？他说要去，你去嘛。哎，你说他的是啥子态度？哎呀，这能要得呀？上个星期天，别个区防疫站到我们家里哈来宣传预防狂犬病毒传染。嘿，我一看呢，刘东就不在，他不晓得这个的厉害性。你啷个得行呢？一定要把他送到医院去打针。对头，这不得由他噻。嗯。哎，张老师，哎，你看到刘伟东没得呀？刘伟东啊，在房间里面啊。哎呀，今天早上我本来约他跟我一起到菜市场买菜的，他说他有点不大舒服。哎，我说你发不发烧啊？他说有点烧，就又睡着了。真的啊？哎、有点发烧？哎，你摸他脑壳没得？是不是真的发烧？哎、看样子没有什么大病的，就不过就是那个感冒发烧。哦，感冒发烧？哎，你晓不晓得他昨天遭野狗咬了？啊？哎呀，今天又没到医院去，又发烧了。糟了啊！啷个？是不是狂犬病发了哦？那赶快把他送医院去啊！这要得了狂犬病怎么得了嘛？啊，快点去嘛！要不然，我们两个把他送到医院去。哎，我要找电雕幺三儿。哎呀，有啥子那恼火嘛？没，张老师，走，我们两个去，我们去关心。周幺三啊，周幺三啊，你看看我还要把菜拿回去，哎呀，拖就来，拖到哈儿嘛。我还有件事情跟妈妈讲，我跟伢子。张老师，你就去看看，要是不去看他，我今天请你喝，正好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要得。还是我们菜肴姑想的周到啊！哎，是啊，那个毛总说的啊，不准备打那个无准备的仗。对了，对了，走啥？我中不中？买好没得？你们去。哎呀！啊，刘东，你不要过来！我啷个不过来？我过来卖烟。哦，姐不卖烟，不卖。哎，你不卖，我到消费者协会去投诉你。咋的？嘿，怪了。老板。我还不是过来给你钱。我不要钱，算我请你的嘛。不要钱嘛，哎。请我。又来。不吃白不吃哦。老板，钱一万二。
人把钱跑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哦，回回都吃你的怕哦。哎呀，蔡千元，你哪得那么怕我嘛？你说。刘玉东，你娃昨天在狗咬了，今儿早上又在屋头发烧，你肯定是快点明白了。哎，我哪里在发烧嘛？哪个说的嘛？是打胡乱说。哼，你没发烧哦。你摸我额头嘛，妈兵把钱。我不摸你额头，我下了岗，你个儿给我吵人家，我还没一夜过上的耶。刘东，把手给拿开，不要往那边仰。哪里在发烧嘛？你摸嘛，闻是我喝了的不是狗。嘿，你娃得了狂犬病，人都变成一条疯狗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肯定是张伯伯在说我发烧，对不对头？对头。哎呀，哪里嘛！昨天晚上我打牌打硬了，把今儿早晨清早爬上他老人家约去买菜。哎，我想多睡一下，我又不好说的。哎，我就扯了个把子噻。哎，我说张伯伯，哎呀，我人有点不舒服。哎，他老人家还着了急。刘卫东啊，是不是感冒了哇、啊？发烧了哇、啊？我都只有顺着他说，哎，对头，哎，发烧了，哎，没有想到，哎，他老人家还给我打起广告来了。哎，刘东，你意思是说，你根本就没发烧哦？是没发烧噻，那看嘛，那昨天上狗咬了的地方嘛，不红不肿，哪个才发烧嘛？哎呀，莫要大惊小怪的嘛，你说。我跑到全上没找到，你跟我走。走去。走哪去？你昨天被狗咬了，今天你还在发烧，你跟我到医院去打针吃药，你那是安心把我那个假的号变成一个疯狗号了。哎呀，卫东啊，要是陪你去嘛，走。哎呀，我昨天逗狗，咋那个狗牙把挂了一下，流了点血，那个不红不肿的，我在发啥子烧啊？你亲自跟我说的啊。你说，你人有点不大舒服啊。我问你发不发烧，你还摸了摸脑壳说有点说，你怎么不能走啊？哎呀，走了去呀！张伯伯，那是我在那个。哎呀，那走啊走啊！要钱，你去了打针，要钱才放心噻。对了，好好。哎呀，你走啊！哎，一点点小事情是小题大做。再说我那点稀饭钱，我又哪个上得起医院嘛？哎呀，那钱嘛，说意思嘛，我借给你就说啥。我不要。再说我没得买病，我早洗病了医，我吃错了药啊。你说那个狗儿哦，那个有一堆在那边。卫东，你怕我没有办法吧？你不到医院去，我把医生请来了，你啷个说？哎呀，那里是我不愿意到医院去嘛。未必我还想得那个啥子病呢？狂犬病。哦，对头，狂犬病。哎呀，只是你们不要出那个大的阵仗嘛。那个既然白小军他，哦，白医生，他既然白医生来了吗？那当顺便看看嘛，还是可以的噻。来，防疫工作大家配合。晓得。是。赵总。
来，皇上，烧不烧？肯定38度几啊！53度2啊啊啊！看表达，35度2，温度正常。我说不发烧嘛，说你们那些人是老到半截都开跑。哼！哎，白小军，哦不不，白生，你那个怕是给牛打的针哦？啥是给牛打的哦？这个针就是给乙打的，还是要打针嗦？哎，我不发烧了嘛，都不打针了噻。哎呀，你不发烧也要给你打针，别个好人都要打防御针的嘛，何况你还被狗咬了，要打。就是，温度虽然正常，但是为防万一噻，因此还是要打那个狂犬疫苗。从理论上讲，如果咬你那条狗，他也打打狂犬病疫苗，那发病的记录就不大。反之，如果他没有打狂犬病疫苗，那发病的记录就很可能增加一倍。而且，这种病毒在人体内有很长的潜伏期，所以要消灭这种病毒，我们就要必须进行双向接种疫苗。哎，白山，啥子叫双向接种疫苗啊？就是人也要打，狗也要打，所以凡是养宠物的人，都要到防疫站去办理手续。哎，这是国家的规定。刘卫东，你听到没得？哎呀，听到的。啥子啊？你是专门问起来我听你说？哎呀，问你搞懂了没得？搞懂了。搞懂了就对噻，起来，把裤子脱了，趴到。把裤子给脱的，来，烧都不发了，都还是。哎，大哥，别那么多人，这个脱了好长板子嘛。哎呀，未必你也是个大姑娘啊，还怕羞吗？脱了，趴着，要打。来，哎，白小军，哦，白医生，我们走看看，我们在周医生屋头去打。只要一肯打，到哪里都行，走嘛。走。白医生，我们是友好邻居，我的手下留情。哎呀，晓得晓得，那个不是友好邻居，我们医院还不得出征呢。是。哦。好像那个月你屋头收水费，我帮你收了啊。那我反倒要谢谢医大哈。走。白医生，轻点，轻点。该找他了，他那是当然是爷们嘞。哎呀，你说哪样嘛？要玩的玩的，哎呀，有啊！哦，对的嘛。看你好的。打了没得？打的。打了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你个打的啥子针嘛？也是，好痛啊！你是，你早晓得嘛？你是早晓得，早晓得未必你还跑得脱啊！哎呀，坐会儿嘛。我那里是那个意思嘛？我早晓得有那个痛吗？我都先整200根进去嘛，二麻的我都没得那个痛噻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来，早晓得，早晓得你就不去抖狗耍了啊！哎，卫东，你坐会儿嘛。坐，坐哈子哈，哎，不慌啊。哎呦，慢，一会儿就不痛了，这个啊，坐到，来，爪子嘛，啊，再把个手伸出来，哎，我抽点血，爪子，我抽点血带回去化验，啊，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，还要找一下呀？哎，刘东，看那篇嘛，那个人养了一条虫狗，没把它拿进去打防御针。
遭狗儿咬了，那得狂犬病住院了噻，好危险。你娃还不听招呼，你不打针，你多行事哦。你不打针，搞不好现在死都死了。我们家里哈儿还有个那个耍娃儿唱死人子板板楼给哈儿。哼，谢谢你嘛，谢谢你，要不要得？谢谢我。嗯。耍娃儿，你那个屁股蛋儿还痛不痛？哎，屁股蛋儿还痛不痛？都是你，弄条狗来，妈惹那么大桩事情。害得我前年吃亏，人也吃亏。哎，你不是说狗来财的嘛？哎，哎呀，莫跟我说那些空老吹的事情啊！哎，老师，那条狗呢？哎呀，第二天就回去了。哎呀，回去了啊？回去了。哎，就是你这狗咬的第二天呢。哎呀，那天清早爬上起来呀，那个狗就围着我转呐，叫啊！哎呀，叫我人烦得不得了，我就把门打开，哎，那狗一头钻出去。拖着我就往外头跑，哎呀，那狗儿记性好得不得了，哎，它带我转了几圈圈，哎，你猜它把我带到哪里去了？到哪里了？宠物防疫站。啊，它啷个找得到啊？哎，那个事情硬是有那么凑巧哒，哎，里头供出来个医生，他认得到那个狗儿啦。哦。哎，他说那个狗儿的主人前几天带着狗儿来打狂犬疫苗针，哎呦，那个狗儿跳起好高，随便都不愿意让打。结果好多人把他按到，打了一针，针筒都没拔出来，那狗儿不动头了就跑了。哎，后头我问医生呢，那狗儿呢，他那么怕打针呢，哎，啷在后头跑起回去了啊？哎，你说医生啷个说的？嗯，啷个说？那个医生说，要么那个狗儿是回来找主人啊，要么那狗儿呢，哎，是想通了，哎，他该打防疫针了。越到哦。哎，早晓得那个狗儿是打了防疫针的吗？哎，我也不去冤枉挨那一针嘛，害得我现在坐板凳都痛。哎，刘卫东，别个狗儿都想通了，你娃还没想通，你没别个狗儿觉悟高。嗯，就是就是。哎，蔡老板，你啷个恁个说啊？给你开个玩笑，哎，你还是比狗儿乖得多哟哈。就是，比狗乖，比狗乖。哎，不过要提醒你们两个。二天莫要去把那些啥子野猫的野狗的带到我们家里哈来，免得我们那点的人虚惊一场。啥子？虚惊一场？那是噻。我又遭挨针又遭放血，啷个虚惊一场啊？哎，不，没有虚惊，没有虚惊。哎，你二回又遭狗咬了，哎，就不用打防疫针了噻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个鬼哟！我二回还要遭狗咬啊！扯皮两斤不够事，鸡毛蒜皮有眼光看不惯心事烦，老公的忧郁闹心烦，拉小童说到做到究竟了，爱是你是你，开放邻居，开放邻居，翻开报纸，翻开报纸，福利彩票出了大奖，开放邻居，开放邻居，打开电视，打开电视，又看到黄的球迷。